麻烦同心请就坐好，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上课了。啊，在上课之前，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哈，这样才不会影响其他学员上课哈。谢谢。好了，咱今麦继续来上课哈。好了，咱都要讲了委任的授权书哈。那么，1979年1月7日，美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断交了，改称未再阁讲中华民国哈，所以讲台湾伫咧中国当局哈。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哈，隐身在台湾治理当局内底，继续统治台湾。所以无论李登辉、陈水扁、马龙都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伊毋是台湾总统哈，大家爱搞清楚。李登辉甲陈水扁唔是台湾国的总统，因两个拢选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啊。来，2008年年初，啊，玉山四儿政经并推，迄阵阿扁也有邀请马英九啊，要去参加，迄阵马英九已经选掉啊，啊，这个陈水扁还袂下阵，啊，啊，迄个政经并推。马英九拒绝，但是迄阵咧，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兼美军的官员，因坐云豹甲车，里面横山指挥所观察，讲观察是较，其实是视察，应该讲视察，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啊，你甲想，横山指挥所，是算咱上关卡的一个兵推的指挥所。啊，这遮机密的所在，遮重要的军事所在，那会当予外国的军官入去吼，美军官员会当入去遐视察，表示伊是头家，头家来看你演习演了好唔好，政经兵推推了有好无吼？或者嘛会当看到讲，这真正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一挂法律依据甲迹象。那也无邀请苏联的、俄罗斯的，还是英国、法国拢无哈。后来，由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哈。啊，这咱会当这又付掉呀，但是依稀可见哈。哦，这增加这电话拢付呀哈，包括直升机这拢要个有迄个痕迹的哈。啊，这是啥物原因？就是美国，因为国务院跟你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好，对对几样，第一不是国家，第二伊有武器，第三佫是当地精兵。啊，咱来看，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的伊斯兰回教的教义，好，来去吸引一挂圣战组织的人，好，来加入伊的组织来做恐怖攻击，好，这是美国国务院个哩恐怖组织三要件。好，啊，咱来甲看，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啊，佮你美国卖伊个。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澎湖征兵，叫咱台湾人去做中国兵，啊，这种违反，好，不可以占领地，不可以在当地征兵。你讲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候，敢有叫琉球人来做美军？无呢。啊，美国去甲伊拉克海山拍败，占领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民来做美军？
无呢，因为伊是敌对啊！你叫伊来做美军发美式装备给伊拉克人民，都要提你美式装备来给你拍美军，因为敌对嘛，效忠的对象不一样啊。啊，咱当时日本时代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咱日本跟美国相战，嘛跟中国咧相战，迄阵中国。整个中国，还有咱日本皇军，规个沿海省份拢占领掉的，蒋介石逃亡美加去四川的重庆，秘伫迄个雾都。咱日本的皇家空军要甲轰炸，拢下卡大爆炸炸也炸袂着。所以咱日本皇军正手卡正手去拍中国，咱拍赢；倒手拍美国，咱拍输。去互牵两粒原子弹，啊！日本天皇看到迄两粒原子弹的威力遮大，一粒落来拢一二十万人死伤。哦，啊，这遮厉害的武器，啊，美国也毋知有几粒，啊，若摕十粒来牵我大和民族，都要灭亡啊！所以赶紧一礼拜后，八月十五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赶紧无条件投降。结果美国迄阵拄啊。发兵三粒，一粒去刺坑，爱成功；两粒杀来坑广岛、长崎，哦，啊是安尼快速结束战争。啊，若无美军，若讲要用传统战，要直接去占领大日本的这个四大岛，吼，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美军准备爱差不多死一百万人，因为因迄阵去拍琉球，遐细地就四万五的美军啊，所以因算来讲，啊，若要甲四大岛吼，甲占落啊，差不多爱死。给死一百万的美军，安尼就原子弹炸来坑啊咯！所以罗斯福准签署，准会当动用核子武器。所以到今嘛，全世界有受到核子弹攻击，就是日本、广岛甲长崎哦，其他国家也唔捌哈。啊，所以恐怖组织三要件，中华民国拢具备。所以咱哩要甲过哈，讲你美国你若无。无甲这恐怖组织的这武器吼，甲涂销掉吼，我要来过。啊，所以美国阵下令叫中华民国，因这军事武器拢爱甲迄个国徽擦掉，就是这个原因。啊，无那有迄个军事，你看美国的飞行机有无？战斗机顶管拢有这个哦，拢有这个集团的一粒星，有无？因迄个飞禽器有无？拢嘛无即。好，那么台湾配合甲金门马祖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的。哈，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涵是啥？就是军事占领地啦。哦，即地另外无同款。哦，叫做独立分离关税领域。佫是伫美国协助，谁那美国爱甲咱协助？伊他无去协助别人，就爱甲咱协助。啊，谁那咱就爱好协助，一定有关系嘛，吼、哦。都像头拄啊讲的讲握有，吼、哦，美国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吼、哦。啊，我顶日比一个来讲，就跟他讲，你看路人人咧行路，迄、那个一对男女关系，吼、哦。男方牵着握着女孩子的手，握有不代表拥有，因为迄查甫也不一定要嫁你呢，啊，查甫嘛不一定要甲伊娶吼。好，过来，伫阿边阿边下任进程嘛有气下飞弹，引起美国关切，咱来看上新的一期的国防新闻哈，昨天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要下任前一两个月，不下令气下一粒。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一名美国的国务院官员特别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好，咱来看，迄阵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又讲，美方对台湾刺射飞弹感觉关切。一个美国资深的国务院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射飞弹无？蔡明宪回答讲，阮敢若刺射，还未正式生产。蔡明宪佫改保证讲，阮台湾的飞弹只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哦，
啊，他摸一支刀摸下来来讲，无我这干那摸好看呢，我无要啥开用。哦，啊，你要想美国的这个资深官员，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讲有气价会大无？啊，改成意思讲，美国这个官员来问讲，啊，你是吃饱未啊？你是吃饱还枵呢？敢那这个意思呢？你无代无志，你搞气价会大，这个气价安怎？哎，连这也咧干呢，吼！啊，伊那不是咱的顶头上司，不是咱的君主占领者，伊哪有这资格问到咱的国防部长呢？吼！可惜不是咱呐，啊，咱拢讲关系啊，其实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咱这国的啦，吼！啊，只是咱有时啊读个话啊，登未过，吼，连我家己有时啊嘛要会磕磕的。啊，这就是咱中毒骨啊，吼、哦，迄有时啊，迄骨卡拢够会折出来，吼、哦，好，好，啊，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你甲注意看，这三个你甲加起来，就是大日本帝国，吼、哦，该注意，啊，伊管制的内容是管制啥？来，飞弹射程，韩国。伫这个，因有一个叫做天安舰，敢那两年外前，迄个不明的鱼雷甲轰沉落，对吧？啊，本来韩国甲美军因有一个默契，吼、哦，韩国的飞弹伊敢来当做甲射程300公里，袂使做超过300公里，这是迄个美国甲限制的。但是这个天安舰事件了后，美国有开放和韩国讲，啊，你会当做800公里的飞弹，啊，但是你800公里的飞弹，你敢那弹头会当装500公斤以内，啊，你若做500公里的吼，好，你会当做差不多1000公斤的弹头，好，有安尼限制，哦，你若要射空的就较细了，哦，安尼要射较近的。对，当做较弹头做较大粒的，好，啊，这是迄个美国甲限制，啊，所以陈水扁头拄啊讲的迄个气射飞弹，美国就随判，这都无经过美国同意，你甲射试射中程飞弹，啊，这会当射到这个上海，射到广州，哦，啊，这你飞弹射程遐远吼，啊，你也唔多呐，有一个。飞弹连的这个有一个这个飞弹的这个官兵，那唔多失乱，起毛几摆，坐标个设定的啊，个社会看北京啊、上海还是广州，哦啊，美国就收尾就收尾哦，收尾完啦。所以个你限制你飞弹爱袂使射射个阿强那边，哦，这是美国防止讲擦枪走火，哦，这个原因。过来。核武研制，啊！你这三个国家，你看拢无核子弹，但是拢有做核子弹的能力。好、哦，这个80年代，迄阵蒋经国拢讲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无要发展核子武器，讲拢安尼讲，好、哦、输啊，叫清大。核研所，还是中科院的这个核研所，吼、哦，在中山科学院的科学家，拢专门来研究原子弹，啊嘛已经经过电脑这个实测过，拢差不多成功啊，啊，所以有一届就派专机运上这个核子弹的设备，要去南非去试爆。美国的情报人员特工，就把这架飞行器在南非外海，就把它用火载落来。哦，而且过来就是讲，迄阵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副所长，哦，这个因这个核能所、核研所的这副所长，哦，张献义，伊就是美国吸收的 CIA 的特工，潜伏在中华民国的。军队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科研所来的，伫作物发展要成功进程，
伊阵甲一寡证据资料拢看好，啊，伫美国的掩护之下，好、哦、走去美国，啊，所以这个张先义事件爆发了，美国准配合跟联合国的这个核安检验的小组，做回来台湾，甲清大，好、哦、啊，甲这个中央科学研究院因来底下咧研究核子武器的这仪器设备，哦，拢甲拆掉，啊，拢包括迄个原子炉啊，甲封起来，哦，用岩头封起来。啊，你看，啊，美国银行唔去甲北韩金正恩因的这个核子设施去甲拆掉，去甲封起来，啊，伊朗嘛咧发展核子武器。你那唔去甲伊朗的这个核能发展的这些设施，完了去甲拆掉，甲这反应炉拢搞用暗度封起，那无啊那独独来台湾，啊这个咱这个科学中山科学研究院这个核研所，这设备又拆掉又封掉了，蒋经国听讲人家准破病死。个去控大会，因为怎样讲，伊开遐侪钱，啊，结果伫要成功进程，啊，还有这个张先义甲叛逃，哦，所以人家惊死，好。啊，最近这几年，恁有做经无？有吼，恁这六年外来。甚至有增加牙齿，我看卖，啊，无增加牙齿，我看卖，哦，无遐济呢吼。啊是，咱大家拢活了足物质对无？我嘛足物质的，啊，这物质有原因，我来讲一个故事。这个，伫美国有开一个外科医学的国际研讨会。啊！下晡时啊，有一个下午茶时间，有三个医生就伫个坐人咧开讲，那啉咖啡，那咧开讲。啊，一个是日本的医生，一个美国医生，啊，一个台湾去的医生。啊，日本这个医生就开始咧臭屁讲：，哦，阮十年前，阮的纤维手术就足厉害，因为阮有一个五岁啊，查甫囡啊。伫个地铁吼，啊，接落轨道，啊，又车甲交过，两个手拢交甲脆脆脆。阮用纤维手术甲接倒转去。十年后，这个囡仔参加世界钢琴赛得冠军。哦，啊，即马就往美国这个起来陪我。嗯，啊，迄哪有啥？阮十年，我嘛有一个囡仔十岁，查甫囡仔，车祸脚弄一个断去，爱截肢。那么，阮用鸵鸟的脚甲投给你。啊，十年后，伊参加奥运比赛，招标嘛得冠军呢。哦，好厉害！啊，即马特别单看台湾这个去安怎配？台湾这个拉伊哦，哼！啊，恁那套啥？阮二十年前，阮有一个四十岁哦，中壮年人，伊车祸，头壳弄一个破，然后接拢喷出去。啊吼！我嘛是用纤维手术，我用一个 DNA 个导入去吼，甲医好伊。即卖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这就是咱今仔日较艰苦个原因之一，哦，真正是猪脑袋吼。啊，我初级班我有咧上台湾猪问题吼，台湾真的有很多猪的问题哈。好，啊，来继续。我今天度过了吼，讲一个笑话。来，第三个就是讲，战争的时阵，军事的指挥权，韩国本来吼，跟美军原来协商好啊，要伫今年的月份，就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为美军交行等于给韩国军。哦，美韩联军那战争的时候，以前拢是美军咧指挥，啊，伊按算要回归正常化，伫韩国发生战争，就爱咧南韩的
指挥官来指挥，本来是讲好伫今年要行，结果两年外前迄个天安门发生了后，南韩军方要求美国讲，万恰阁交转来，暂时原来要阁予你美军伫战争的时阵，予你来指挥，吼、哦、来修建，哈、哦，安尼。好来，咱来做一个小结。好、哦，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行事。好、哦，美国即卖咧管人，就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好、哦，啊，伊暂时拢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下伫边。啊、哦，因为中央就是差一个讲，毋是伫美国安排之下，伊无想着讲中华民国遮乱，国共内战安尼。两三档就迄个毛泽东甲赶出来吼，所以较早计划拢乱去。OK， 美国总统受国会甲美国的法院来监督，唔敢违法，因为台湾关系法，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是美国国会通过。吼，啊，这美国国会若通过，这等同宪法，啊，美国的行政部门总统。都要受国会监督啊！啊，你若做不好，法院会甲你判刑。好、哦、，OK。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哦，只是干阿咱台湾人吼、哦、被蒙在鼓里，因为国民党伊拢封锁一挂正确的消息，啊，伊调工放一挂假的消息来混淆咱的视听，吼、哦，让咱台湾人戆戆，哈、哦，戆戆的对吧？哈、哦。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啊，只是伊经过一个白手套，中华民国，啊，台湾地区当局咧甲咱管。啊，其实美军拢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领中。啊，美国抵抗阿强啊建交，有同意讲爱从台湾撤军，但是其实伫重要部门一挂雷达站、监听站。哦，拢拢要阁是美军咧掌控，只是因即马拢无穿军服，拢穿便服，所以你会讲，嗯，到有美军占台湾，我拢无看到美军，美军即马拢穿便服，吼、哦，啊，作者迄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哦，拢伫台湾咧收集情报，吼、哦，所以美国对台湾真了解，吼、哦，好，过来咱来参考各国自治建国的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吼、哦。来，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4月25日宣战，哈，但是西班牙无两三个月就输啊，哈，结果因在迄一年的12月70日在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或者跟台湾改港管，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美国，哈，但是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来独立建国。成功，好、哦，啊，这是古巴的模式，好、哦，过来，咱来比较古巴跟台湾，好、哦，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甲即马地位未定，啊，这原因就是讲，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干那殖民地才会当独立，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没有办法独立，所以台湾独派。拼到今年69年啊，拼未成功，就是咱的国际法律无照国际法律。台湾这块土地是已经是日本合法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无可能独立出去。所以你搁安怎拼，未成功就是未成功。咱独派拄啊，敢若像一只弧形，啊头前一块玻璃透明的。一直要背这个窗仔门出去，一直在弄那个玻璃，弄69年啊，弄不出去，就是方法错误，方向错误。好、哦，来看菲律宾建国模式。好、哦，因为美西巴黎合约从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啊，受制非独的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非独。在菲律宾的独派，在反抗军不时去攻打美军的军营，用游击战，啊，伊个拍拍就走，啊，美军就去个捉，
啊，伊就为这个岛，佮走迄个岛，啊，美军就佮作假安尼，伊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啊，啊，作假美军拢来偷个摸咧烧，所以尾下美国政府要求菲律宾的反抗军的首领来谈判，吼、哦，伊讲来，你佮我关十冬，吼、哦，啊，互恁有一个10年的自治期，啊、哦，我甲恁的这个制度创个较好势，系行政制度创个较好势了。和恁家己建国，啊，所以，但是这个中间1941年日本军攻陷马尼拉，啊，这去拍马尼拉吼，是为咱高滨地区的机场起飞，日本的临时战斗机飞甲美国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甲麦克阿瑟，迄个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甲麦克阿瑟。伊个克拉克空军基地个遐飞行机拢炸歹，所以后来美军无飞行机起来迎战，所以整个制空权就由咱日本个皇军摕着，所以真紧菲律宾就迄个日本军规个甲占领，吼啊！所以麦克阿瑟跟迄当时个菲律宾个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吼、哦！一直来到1945年九月节，日本打完了。在1947年7月7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注意下看，菲律宾的国庆日是7月7日，啊，跟美国都要同款，美国嘛是7月7日，吼、哦。啊，这是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和因在7月7日独立建国成功。啊，这是这个菲律宾的模式，啊、哦。啊，当时菲律宾。在1941年，这个麦克阿瑟一世人，伊伫西点军校是第一名毕业，一路拢一帆风顺，拄啊干呐，伫只打了一个大败仗，哈、哦。所以伊足替咱台湾人，因为伊尾下问伊在幕僚，他知影讲，哦，这飞行机是为台湾的屏东甲高雄飞个炸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哦、所以你要看，到1945年9月7日，伊就发布这个一号命令，哦、命令三流的国家的蒋介石的部队来糟蹋台湾人，来发生一次白事件，一直到今嘛，伊叫一个三流的两公的国家的人民来甲咱管，所以台湾人又报这个残联，到今了个，哦，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那是我咧想吼，麦克阿瑟可能咧报残台湾用一波啊哈。来，立陶宛的建国模式，立陶宛伫拄啊伫迄个苏联迄阵咧哈西南方，啊立陶宛伫第二次战后随后苏联甲并吞，但是因伫1990年3月10日，因的民间议会宣布独立，但是迄个独立的时阵，国际社会拢咧观望，啊恁这毋知算真啊算假？所以拢阿袂大国拢无甲承认，而且立陶宛的国家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抵因迄个立陶宛的办选举，哦，投票率低于30%，所以国际社会拢知影讲，那安尼恁苏联无已经国际无承认苏联抵立陶宛有合法统治的这个权利，啊、哦，来到1991年。九月七日，因家己办独立公投，吼、哦，还通过公投，当然通过。苏联一看大势已去，等于率先甲承认，吼、哦。啊，咱来检讨讲，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义，吼、哦，包括咱咧参加流亡中华民国政权各级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啊，你甲想讲，伫台湾，咱嘛迄个中国军的军事占领，啊咧选举。啊！立陶宛抵制，啊！咱即马看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所办的选举，咱选甲欢喜甲。其实，伫投票迄天，你若摕迄个投票单、通知单，包括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你到投票所，你打入去内底，迄个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安那？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因为你摕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人咧选中华民国总统，啊！咱是台湾人，
你煞自认为讲你是中国人，你也堪人去选，搁伫自由意志之下，你去投迄个票，投出来结果，你也看2008年甲2012年，谢长廷输200万票，吼，迄个小英输80万票。你若甲这两场总统选举，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吼，咱台湾人输，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外国人拢讲：“啊，将来恁啊，恁拢转学通牌慢叫，将来解放军啊入来，啊，拄好呢，迄个下令的意思，恁都要选通牌慢叫啊，吼，安尼台湾就足危险的，吼。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应该要缀着任何中华民国流氓政体内底吼，体制下。”各级的选举，无论县市长、立法委员，吼，还是总统选举，咱拢爱甲对者，啊。因为国民党知影吼，伊无合法带台湾统治的理由，袂使遐刚占遐久，啊，所以伊即摆吼，开放总统和恁台湾人往内顶来选，啊，和外国人拢认为恁是共一国的，啊，而且。伊个性跟民进党斗康斗好诶，伊拢讲，日军啊拢讲，啊咱差不多剩输两拍尔，咱若迄边搁啊又一拍过来，咱就赢。啊，互即个张力安尼吼足紧张诶，台湾人惊讲，我若无出去斗吼，安尼民进党会输，所以即边也鼓动叫咱大家出去斗，啊国民党迄边讲。咱若选输吼，然后民进党起来吼，啊，咱这中国人吼，咱可能爱去跳太平洋，哎呦，关于太平洋，伊毋是，哦，啊，所以这个情哦，两边拢动员，所以每一个总统选举，这个投票率拢70%以上，啊，所以你投票率遐高，这个全世界咧看就是讲。啊，这真正是恁大家欢喜投票所选出来的通牌的马英九总统，所以全世界嘛要尊重恁的选择，吼、哦。好，过来讲琉球访华模式，啊，这拄啊有讲过吼。迄、哦、阵美军占领的时阵，1948年到1958年，迄阵因无咧用日本的日元，用美军的美型军票。啊！一直到1958年了后，才用美金，哦，做钱币来使用。1972年返还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哦，去四大岛，哦，还是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读书，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会当离开琉球。因为琉球人去美军占领的时阵，琉球人。爱临时效忠美国，吼、哦，暂时爱效忠美国。啊，因已经失去这个护照，吼、哦，日本的护照，较早日本发的护照袂用哩。啊，你若要出国，迄阵琉球变作日本的境外，跟日本已经脱离关系啊，暂时脱离关系，由美军掌控军事占领。所以你若要去东京读书，要去做生意。你要向美国、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这个旅行证件，就是 passport， 吼、哦，啊，这个、形体是安尼，吼、哦，这个、旅行证明书，这个、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吼、哦，啊，将来咱台湾民政府要求美国军政府要发这个 travel document， 这个旅行证件，啊、哦，这个是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说法的哦，咱将来咱会摕着类似这型的，而且旅行证件，啊，这份真好用。美国含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免签证的国家，咱也摕这本同款出去，完了，迄170多个国家完了免签证。啊，你若伫国外，你摕这本 passport， 然后出代志，就是去找美国的大使馆，叫伊出面来甲咱斗相共。无像讲即马摕迄个绿色个迄个车轮牌出去吼、哦，敢若孤儿呢出代志，无人要插，有时啊，颠倒爱去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哦，迄真正有够悲惨的哈、哦。好，水甲伊也伊也夹着。好，啊，所以伫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依据这个返还协定，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返还琉球。当然了，包括那个尖阁群岛、钓鱼台，哦，拢先乎日本哈。啊，这属南洋岛，啊，咱注意哦，拢无办公投哈，然后讲公投迄种错误的资讯，因为是日本赔美国3亿2000万美金这个战争债，哦，这正好都负战争债的对吧？就是你甲美国的大兵拍死，美国的军舰刚轰沉落，飞行器刚拍载落来，这些战争债你也行。那么台湾赶快，将来我们依据琉球模式，那来用台湾返还，哦，要求咱的母国日本，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爱赔你偌济钱的战争债，你可别甲台湾骗我，骗我日本，哦，啊那签好台湾返还协定，将来咱就会当等于大日本帝国，哈，哦，安尼咱就。主人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哈。那么咱来看琉球在1945年美军占领下的指挥结果，咱来参考。这个是伫琉球返还了一寡解密的资料，即个日本的专家教授来编下资料，较模拟出哈。他找出整个指挥架构是安尼，这个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的美国政府了哈，美国联邦政府，下卡的国防部啊，国防总统就是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事政府，包括伊的美国民政府，琉球民政府哈，依靠逐个命令甲指示琉球的政府来管琉球甲冲绳这些住民。这是伊的指挥架构，啊，你也当个客观这边，美国政府，哈，下卡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事政府，加咱的台湾民政府，哈，依靠资格来命令咱台湾政府，所以是安怎咱这台湾政府，哦，这个民来挂号，将来咱会变身为台湾政府，哈，起码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我们台湾人的政府，哈，啊，也看来，咱台湾政府看来管住在台湾跟澎湖上面的这些住民，啊，所以咱即马咧发台湾政府身份证，就是咱将来咱台湾政府特别管这有领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些人，哈 ，OK， 好，咱60几年来伫中国党的教底下，介只台湾人又教做中国人，认同中国。讲我是台湾人嘛，中国人哈，啊，所以2008年到2010年，你那个动作统独公投，结果也变成统派之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哦，啊那安尼，那就，啊，这里国际法是合法咯，可怜哦，到迄阵美日安保条约嘛，很难插手干涉，因为恁台湾人的选择啊，所以迄阵咱台湾人爱陷入勇士浩劫。人因中国人出一本书，来生不做中国人，因中国人就袂瘾做中国人啊！啊，咱也搁咧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投票见投搁投输人，好，哦，所以真危险哈！读个无清楚，真正甲家己白白讲，啊，我卖你看偌济钱，好，哦，啊，那么咱啊台湾独立建国，那真正有成功哈，如果啦哈。啊，咱来负什么责任、义务、甲风险？第一，台湾人爱家己去纳税，啊，台湾人爱家己做兵，吼，啊，买武器，吼，买武器来保护台湾，家己做兵。啊，咱进台湾人外空坎的，台湾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甲朋友这些人，咱这本土台湾人，咱去哦，和咱打败三流的中华民国，出来甲咱管。因为是美国委托的关系，啊，台湾朋友阁是美国的
第一岛链就是美国的最前线，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这是美国第一岛链，等于美国的最前线。啊，咱台湾人再去替中华民国做兵，啊，来替美国过大门，有无？台湾等于朋友，台湾甲朋友是美国的最前线的大门，啊，咱爱去做兵来过台湾甲朋友，啊，佫爱纳税金。中华民国可以甲美国买武器，啊，结果这些钱拢是咱搭的税金，啊，所以台湾人介可怜，咱替人过大门，搁爱家己买武器，啊，搁爱家己炸便当，哇，够衰呢吼！比琉球人较衰，比伊拉克的人较衰，伊拉克防尖俩，伊都免去做兵啊，你美国爱过好，琉球嘛同款啊。琉球人要做美军啊，我来拼经济就好啊！啊，你美国爱甲琉球顾好，唔好由阿强阿替。像即摆迄个尖阁群岛，阿强阿一直想要甲替。啊，即美国爱斗顾呢，美日安保条约有包括钓鱼台呢，吼、哦，嘛包括台湾甲澎湖呢，吼、哦。而且咱阿未入去联合国进程，咱来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力甲无义务。出兵干涉，哦，因为你阿未加入联合国，你若加入联合国，按联合国，伊会有部队会当出来来甲伊斗过，吼、哦，啊，咱来以东帝汶独立建国做例，这个东帝汶，啊、哦，啊，东帝汶同款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印度尼西亚，哦，跟台湾同款，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啊，这个东帝汶伊伫1975年。12月2日，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阿未赴加入联合国，到刚后随西欧印尼加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但是以后的20年的时间，统独抗争造成差不多10万至25万人死亡。好、哦，过来，伫1999年，哈、哦。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来全民公投，当然绝大多数的东帝汶人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好，都安尼独立建国成功了哈。在公投了到刚去年的9月，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经过台差不多1400个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天的东帝汶还阁是世界上散车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来援助，啊，这咁这款的独立的结果，咱敢要爱？我想咱嘛无爱，吼。拄啊独立，脚尾阿未刷在，阿强阿就拍过来啊，吼。咱佫阿未加入联合国，其他国家阿未当出兵，哦，所以独立是足危险的。所以美国一直咧动，反对，吼，不支持台湾独立，吼。而且独立嘛，要有国际法理啊。这块土地，电管都有两个主人啊。一个有所有权证电管社，日本天皇；一个是电力所有权证一个债权人。你还袂提钱来赎回去呢？所以我美国爱顾好啊。到时你提钱要来搞我赎回去，敢若讲咱提一粒表啊去当点当。啊，你还顾好呢？三个月我若有钱的时候，我提来赎回去的。要来赎回来呢，过好哦。你若搞碰见我，你也搞赔呢。所以美国即马咧顾即地啊，现在阿强咧气势非常，伊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顾，才过好啊。后日咧日本政府若提现金来，我台湾朋友爱去还伊呢，对不？好，啊，咱来比较，伫美国政府管辖下吼，来做者比较一线之隔。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各国来比较，这个美国墨西哥州，下卡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因这个边界吼，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被偷渡入去，什么原因？当初这块土地嘛是墨西哥的，后美国军事占领了，哦，并入美国的领土。啊，是安怎？因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被偷渡过。就是许个美国君主占领迄边，较好趁食，嘛较有民主法治自由。所以
墨西哥这些人一直要偷渡你们。好，好，啊，咱来看这个美国啊，顶完这个绿色加拿大，因这个边界基本上拢无部队在守，因两个拢是平平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吼、哦，所以边界管制足松散的，吼、哦，无啥物卫兵，吼、哦，我看伊个边界吼，个只拢山啊有树啊，因着边界啊个错个开，错一个差不多二十公尺宽，吼、哦，可能差不多咱这高级宽度，拢个错开，安尼迄就是边界，啊无电篱笆、装铁丝网拢无，哦，这就是无听人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嘛无听加拿大人要偷渡过来，哦，哎，就是两个生活水准拢差不多，拢平民民主自由，哈、哦、，OK。那么一海之隔，阿强啊，共军占领这个红色中国，啊，美军占领台湾，哦，这绿色这个，啊，你会记差不多二十年前开始，哦，这个作者中国人拢为平潭坐渔船啊。为南寮渔港，啊，新竹南寮渔港，还是哪边屏东哪边帮寮遐偷渡上岸，就是咱台湾迄阵，台湾前阴卡北，台湾佫自由民主，哦，迄阵要骂李前辉，要骂陈水扁，拢无要紧，拢无代志，吼、哦，啊，所以因中国人拢走来偷渡来台湾要趁食，啊，好佳哉，咱是迄个美军占领。啊！美军委托中华民国管，吼、哦，虽然咱嘛无介欢喜，但是无多哈。啊，起码比红色中国这边，哦，咱加做去探价，吼、哦，伫美国的控制之下，咱享受比较多的民主自由，哈、哦。所以咱台湾呐，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来，驻地免税嘛，免做兵，啊，美国爱负责国防。作为军费嘛，爱美国爱负责，剩下的经费，咱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的水师理想的家，安尼足好。哦，啊安尼唔做，感谢。哦，大家拢嘛希望安尼，较有遮好个免税，搁免做兵。啊，这确实有影，咱方占领就有即款优势，因为咱袂使有武器啊。咱方占领你。美国若发武器予咱，咱都要拍发提这武器来拍美军啊！美国嘛无咧讲吼，啊所以哪方占领所在，依照国际战争法是袂使去替占领军去做兵哈。过来，咱来分贴以台湾的名义入联，还是中华民国要阁重返联合国来分贴哈？咱先为以台湾的名来申请加入联合国。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单位，哈、哦。那么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嘛，哈、哦。因为是不是国家有国家的认定标准，哈、哦。爱有永久的人口啦，有领土啦，有政府，爱有外交官。咱即马这个人口，咱的潜在国。我提两支，甲你换一支。这块领土嘛，日本天皇的。即卖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吼、哦，嘛毋是台湾国的政府。共有23个有外交权的国家，吼、哦、啊，咱啊3-4个从一个柬埔寨去判去啊，吼、哦。啊，这20几个小国家，拢是中华民国开钱。叫因的外交部去跟他们签的建交公报，你把建交公报提来看，绝对不是台湾国的人去签的，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哦啊、所以台湾国这拢无，所以不是国家。啊，你不是国家，要哪加入联合国？啊，看啊，咱各项改正拢有人有土地，结果什么都不是正式的名称啊，哦、身份。都改正讲像一只狗。我、哦、你甲身躯洗好清洁，安那西装甲穿人的裤带拍咧，手甲牵咧，讲来，我带你来火政事务所签身份证，讲意思，有人模人样，但是你还袂进化变作人，
啊，咱台湾阿未进化变台湾国，要无这物件是当然联合国无甲你当作国家，所以阿扁阿迄阵送物件去咧联合国秘书处，秘书处随甲退件。因为你也未变作一个正式的国家，吼，所以袂当家己联合国，吼。所以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是日属美战，吼。台湾目前是一个地理名词，唔是国家，吼。假使咱台湾若要建国，嘛爱依照国际法有五个步骤，吼。啊，这五个步骤咱是照国际法来做的，吼。你若有照这个步来行，吼，安尼。有可能，好来，咱来看卖。第一，就是爱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该请去金门妈祖，吼，因为金门妈祖要去中华民国的，吼，好，啊，好，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持，吼，主持稳定了，要求日本政府跟美国，吼，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这个协定。啊，根据这个协定，咱若登去到日本了后。咱爱个要求，咱日本母国制定一个分离条款，作为公投的法源，吼，哦，领土分离条款做公投法源，开一张板台湾公投来决定未来，啊，比如讲，咱要家己独立也好，咱要阁继续跟日本做邦联，还是联邦，啊，拢会使，还是要变做一个中立国，啊，拢会使，啊，这着爱有一个分离条款做法源。有法院开始当办公道，啊，啊，这是照国际正步来，哈，唔是乱输。咱即马是，咱即目前在台湾的独派，是这个美军阿未入来台湾，这个头前者，就一枪就跳来到上下边，就要讲公道啊。啊，拢无想讲台湾头拄仔讲的两个头家，就是日本天皇，一个拥有六有这个战争债，哈，阿未赔。底下伫美国手里的这个美国，所以台湾人无读法律，无读国际战争法，啥咧乱舞，哈，啊，这位者就跳过几下，就直接跳来到后边就要公道啊。啊，那直接拢无要管国际法，无要管法律，安尼吼，阮有三个兄弟啊，阮三个来公道讲，领导变做弯道。安尼你敢袂？国际法嘛无这个理，后讲我看恁兜较水，装潢了较好，百万装潢，阁有百万音响，嗯，袂歹。阮三兄弟啊，多阮兜用强的，也是举手，三个拢举手讲，因兜变阮兜，哦，这无合国际法理哈。啊，台湾人都正路拢唔行，啊，啥咧乌白弄，像我头拄仔讲的，玻璃窗啊，安尼弄到头壳肿歪歪，安尼弄69年。过来，咱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来探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吼，伊写呐，伊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中国人告别见晓啊，希望驱逐出去，讲汉，家己讲汉奸不良力。哦，你看有告别见晓，哦，啊个公家呢，哦，未输外高嘞。所以，你那个电管的都按名牌 China。伊倒啊弄一个名牌 China 要滴哦，无提掉，伊也嘛要滴嘞，只是即马这个伊啊换人咧坐，换上咧坐，换毛泽东的代表，所以 China 根本没有退出联合国，是坐椅子那个代表的人物被驱逐处理，好，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处理了，换毛泽东的代表你来坐，啊他都啊。要用台湾的名字加入联合国，阿扁也咧推动的。伊是讲，我无要跟中国人去抢 China 这个刀啊、甲椅啊，我家己做一条刀啊、甲一条椅啊，要来坐在伊的边啊。迄是台湾的名字要加入联合国，新的。
结果你都要个是狗，阿未变做人，哦，所以袂当袂当加入，好、哦，好。啊，那来解读 China， 哦 ，China 有作者翻译哦，哈、哦，词句，哈、哦，啊，那日本人用音 China 哈、哦，这是 China 哈、哦，日本人拢讲 China 哈、哦，伊是用音译的，无啥物歧视，但是中国人就看了 China 伊就，敢那血压就欠管啦，好、哦，啊，那台语讲菜哪？哎呐，哦，按即马吼，中国人都较早咱拢讲食国民党，按讲食共产党，即马吃哪？反正即马进前吼，都拢用公费咧请客，好无？所以中国诶，迄跟国民党拢共款啊，国民党跟共产党都兄弟仔党，吼、哦。你会记黄埔军校是苏联共产党提钱成立诶呢？迄阵蒋介石做校长。啊，迄、那个，迄、那个叫教务长哈，喂、哦，唔是马总，佮边个周恩来，周恩来做教务长，所以因，即卖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啥呢？因拢黄埔军校的体系出来哈，啊，即卖全拿哪边有全拿，好来，以中华民国名义。好、哦，来，从我的那个，伫国际法定义，中华民国1949年12月已经亡国，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哈、哦，敢若像金门、马祖这个残余国家，就是敢若讲西爪瓦尾流，像这个金门、马祖还佫在咧动个动个呢。中华民国已经死啊，要安怎还呢？哈、哦，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还要安怎入呢？一个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哈、哦，所以拢袂当。重返还是加入联合国？哈、哦，好。后来我今麦来讲一个三个精神病病患卡医生的这个 case， 哈、哦，都有三个精神病患哈，啊，伊管理精神病内底每三个月，这个主治医师拢爱甲叫出来伊的诊疗室，搁甲检查看，甲器官讲有较正常无？啊，若有正常有好啊，就一定出去。所以这医生叫人上来坐好，来，医生准起笔，伫个白墙壁画一个门，搁画一个锁把，啊，拢好啊，一定要遮处理。今仔两个徛开，总是咧抢迄个门把，抢要处理，干那剩一个坐伫遐后，无要叮当。啊，医生就讲啊，这两个无好，啊，搁掠你去关。啊，剩迄个吼，啊，这个可能好啊。伊个问讲，啊，你好啊，你太不爱处理。啊！迄、那个，甲医生因安怎？伊讲啊，迄两个痟的，啊，锁匙伫我遮无来，甲我摕锁匙，他会当出去。哇！迄、那、医生阵本来伫天堂，随摔落到地狱，本来对伊期望足悬的，怎么摔一个佫较严重？哦，啊，这个佫较吃啦，这个药啊，当的一粒无效，啊，即摆食两粒。好、哦，啊，所以你也想，咱来做一个检讨。这三个病患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得无？哎，两个冲出去要抢迄个门，要开关要出去，啊，迄、那个讲锁匙伫遐，吼、哦，啊，所以三个拢无承认有病，吼、哦，拢认为好啊，吼、哦，头前两个冲去开门，这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的能力，无党无派，啊，啥物人管拢共款啊，我无做哪有通好食，吼、哦，拢头尾管思考。啥物人管拢无要紧啊！我倒来做，较有通个食。伊毋知影讲外人管差足济吼。然后咱民政府管吼，台湾人会幸福快乐。过来，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阮民进党都上大党，啊，你无来扛忙夹，恁台湾民政府几千人尔，啊，阮几个十万人的党员，你无来扛忙夹做伙。啊，建国所伫伫阮遮咧，你无来甲我买塔，有法度建国成功？歹势，咱毋是要建国，吼、哦，咱是要求自治，吼、哦，美国君主政府下自治，啊，以后依照台湾返还模式回归日本祖国，吼、哦，好，过来，这医生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伊拥有正确国际法律冷眼观察，要医治患病的台湾人。
啊，所以咱今仔来遮受训，咱就是要做医生，做法律的医生，吼、哦。因为咱台湾人过去拢无去研究国际法、国际战争法，吼、哦。啊，所以拢做一挂唔对的代志，浪费足侪咱台湾人的血汗，吼、哦。像遐伫美国遐独派、独门啊、法派遮人，足爱台湾，啊，足拍拼，结果因为方法方向错误，所以。六十九年啊，拢无成就，吼、哦，啊，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吼、哦。咱就是包括讲，像讲，像那台湾人，较像拢无去做啥物外交官。中华民国伊的政体，伊不要咱捌上者外交的事务，吼、哦。你外交你若做了好，今仔台湾有可能伫美国的合作之下，吼、哦，予咱台湾人的主地，啊，所以伊不爱予咱台湾人做外交家。我高加吼，好，啊，所以咱今仔来遮学习，咱来认真学，爱学好，吼、哦，出力解救遮破病的台湾人，因为足侪人头壳拢中毒，咱来去甲伊遐毒倒清互出去，啊，就招伊来遮上课，啊，你要招伊来上课，起码你爱讲一套让他听得可以接受的这个法理论述，伊若甲咱反驳。咱阁有法度甲解答，予伊有完整的答案，就是讲，你讲的这条路对呢？有影？咱秘书长林志祥所找的这条路，是解救台湾唯一的一条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所看的这动政动，我都像伊安尼讲到法律这么清楚，依照国际的规则来吼，干那伊呢？民进党即马拢无咧讲论述。我拢干那要取代中华民国呢？啊，你看安怎个取代？陈水扁去你做总统，嘛是中华民国的流氓总统，嘛唔是咱台湾的总统，吼、哦。所以你堪咪带体制来拼，较早你动算你讲你的宣誓，嘛是爱向中华民国这个宪法来宣誓，吼、哦。啊，所以伫个体制来，你要甲变困难。啊！而且咱若要去跟人讲，我要拜托大家讲话爱较温柔嘞。你莫讲讲个，平平个性，干那你捌呢？伊拢唔捌，用迄款类似高压手段，啊，堪伊讲价吼，烧钱钱甲颔棍筋足大条，吼唔通。咱来讲用软软啊讲，用温柔的力量。啊，有一句话台湾话讲了足贴切，软是坤低。啊，是阮软说牵牛，有无？迄牛，你若更偏啊，条牛说啊软软，就牵咧走啊。吼，啊你莫硬拄硬。OK。好，那么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的模式，就是伫美国军政府下骹的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主体过来，依照立陶宛的模式，咱拒绝美。你中华民国体制下的选举，和投票率低50%，和外国人知影讲，咱无必要去中华民国管哈。好，依照琉球法南模式，啊，咱等下日本母国哈，来看日本结盟为联邦还是邦联啊，甚至买定变一个中立国，看日本、看中国、看美国拢等距外交，啊，看瑞士、盖列斯安哈。因为瑞士因为所得也悬吼，生活水准也悬吼。那么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有啥物款的期待吼？真侪人来考了，拢会讲讲，啊那不爱叫美国拨经费，和咱台湾民众来发展组织。第二，那不爱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第三，那不爱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刷去金门马祖。这真侪学员拢会安尼期待，殷殷的期待。但是真可惜，咱来了解，咱是美国君主政府管辖下的台湾民政府，咱是上下位阶哈、哦。你注意看，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跟咱日本台湾是敌对，咱即马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哈、哦，上下位阶无同哈，美国。
对咱民间有两项要求，咱敢准备好啊？这两项要求就差不多讲，训练4000个，啊，包括41万人的身份证。咱呐这两项拢做好，咱未来要求监管这三项嘛靠你。而且，咱台湾人要有志气，咱台湾人唔好要求人和咱行为，咱来家己拍拼，哦，咱要有志气，吼、哦，这就是一本精神，吼、哦。真济人拢讲。台湾改成拢无日本精神啊！较早日本人真正做代志一步一卡印，吼、哦！台湾人迄阵互日本干那管50冬，咱就脱胎换骨啊！台湾人日本管了守法、守时间，吼、哦、啊守信用，无像中国人来了，这三样拢碰见啊！人守时。日本人的火车，咱上街迄阵讲慢分，换中华民国来讲误点，一轮到一点钟差68呢。人哦，日本是讲慢分尔，因来就变误点。啊，休息量，我爸因哩在讲的，我那为那讲出来答应你啊，人家讲答应较惨死，爱做较到，这就是信用。无像讲因即马中国人来了，哦，签合约书，签日本结交，佫出代志。迄就并无信用伊啊，吼！啊，守法，好无？迄阵日本人，吼，因咧管台湾，吼，因日本警察咧管台湾，一个乡镇可能三四个警察都管甲好些好些啊。咱迄阵咧，老一辈拢爱讲警察大人，对警察足尊重啊。即马哦，中国人来了，大家看警察就看无起啊，剩警察。大人判见，警察大人变警察，后来变警察啦，看不赢，车较大只，车就较细只，好不？较大车，好、哦。啊，到尾啊，连警察拢唔是，讲地保哎，哦对，到尾连地保也判见，讲变贼头，好、哦、啊，你话，啊，过来变啥？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啊！即个越混越回去，哦！啊！另外，咱和中华民国来管个边啊呢？即摆人拢无要守法，哦！我那外国外来的我的，哦！啊！另外，所以即摆国民党，即摆家人起义，另外出代志，哦！啊！台湾的副馆长也出代志，叶世文，好不好？哦，好，好，好来，台湾是一只未定的防空母舰。好、啊、了，这里不成航空母舰是麦克阿瑟讲的。那么台湾应该爱亲美日，哈、哦，联合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你会记今麦你看马英九联共制台，阿兰说不要联美日来保卫台湾。哦，那遐讲马英九足干巧，哦，你看前两年伊利用这个马奇奥，佮伊的日本朋友，好不？因迄拍恁台湾，咱台湾的司机，好、哦、电视位透早报甲暗，安尼连续报一礼拜，好无？就是要支持咱台湾人仇日抗日的迄个心态，要互咱跟日本人隔离。啊，佮用毒美牛事件，摕资料互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啊，民进党的陆军的立法委员讲，摕了就一直写，哦，讲美国作妖兽，进口这个。瘦肉精的毒牛肉要给我吃，这就是我那里煽动台湾人反美、仇美的情绪，伊就是要给咱跟美国切断关系，安尼阿强的美日来就较方便，吼，阿咱没有中到这个计，吼，好，台湾是这，啊，这边啊中国，啊这日本，吼，咱来联合美日，吼，啊所以有时我暗时咧困，我想。那咱台湾民政府执政吼，以后咱先来发一个国际标，请全世界上读个上好的科学家发明两样物件得啊。第一，上大机上来机啊，为台湾下卡个机开，啊叫伊发明上有力的引擎，甲导嘞核子动力的引擎，啊准甲为只甲开来找只。
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给搁浅。哦，哦，安尼唔代偌好咧。啊，将来迄千几条飞弹，讲伊 M 组飞弹三四百公里的，啊，拢射来到这就落来，无都射来到这。哦，最后遐飞弹拢变冲天炮。嗯，啊那，哎啊那塞来遮爱找，我感觉加州的迄个圣地亚哥加较多气候，吼、哦，足凉爽，佫无风台。嘿，啊，唔好塞上外会侵入领海，唔好呢，哎，违反国际法，咱找一个公海较适当做来佮停嘞吼。哎、哦，困懵困懵白帮哦。哦，啊，那唔多阿强啊，起配面吼，用伊个毒寡粒的迄什么洲际飞弹吼，我迄一日拢爱贵啊亿，较做起来贵啊亿个这个人民币哦吼。啊，伊那射要来射咱台湾，啊那唔多射着过头都拍来美国，啊都啊美国借机会甲修理。今嘛美国，哦、我昨得到消息讲，美国美日军演对抗中国。胜算哦，比如美国呐出动 F-22迄个引擎哦战斗机哈，猛禽战斗机，一定1:20啊，上少1:10，就是一架一定动阿强的苏凯27哦，苏凯33这，差不多动了10架至20架。啊，那因迄架什么辽宁号哈，迄无战斗能力，因为伊无迄个蒸汽弹射器。因为伊即马咧起飞，拢空载，拢无载炸弹，拢轻轻啊，当然飞起。炸弹那个倒甜甜啊，飞起的准得载落啊，动力不足，好、哦，所以伊没有实际什么实战的能力了哈、哦。啊，即马以前吼、哦，因去只航空母舰顶完连这个拦截锁都无，因这拦截锁吼、哦、是高科技，爱轮搁有够用。飞行机迄个冲力落来，袂去冲断伊。啊，迄阵俄罗斯阁无爱卖，所以我甲阵吼也毋捌真正看到讲画面拢无中断的，安尼飞行机安尼载来搞了。啊，有看到因有安尼做，但是我怀疑迄是伫陆地上因做一个类似航空母舰的这个空的安门头的这个基地，来互呢训练的吼，毋、哦、是真正伫船顶的吼、哦。啊，即只就是。伊甲乌克兰买空壳的瓦良格号，经过十年改装，哦，内底乌克兰拢甲伊的武器拢拆掉，掩映也拢拆掉，所以这个掩映是中国人家己做的。另外，啊做甲加两公啊，拢千五元，啊这吼、哦、筛出来四行，拢千五元，啊这若真正真正吼，拢唔免啥物 GPS 定位，那看遐个千五元炮弹甲拍遐就对啊。吼、哦，啊，这真正吼、哦，一个号这名该注意吼，瓦良格号，台语讲瓦良公号，真正有够良公，这原因就做袂好，做甲摇晕加即型的，吼、哦，咱是毋是咱的车呐？讲塞十年哦，塞甲拢会食乌油，唔开摇晕，这新的就咧摇晕啊，吼、哦，好，啊，咱个笑甲吼。现在拍摄现在改私人号私人吼、哦、那个郑成功那个私人叛将有无啊台语读了啊私人号啊哦啊这个更加假啦人家笑讲啊私人号啊这连咪拿飞弹唱乌乌遐个拍来就掉啊就拢全死人啊啊现在一个想着拍摄搁改哦改这个辽宁号啊台语讲辽宁呐啊愈假啦。啊，真正啊，即马咱个笑啊，未改人，后盖唔知要改啥。哦，啊，所以即只美国甲评论没有作战能力，吼、哦，因为伊顶悬飞行机，甲真伊晒出来拢无飞行机，因为伊个无拦截锁，啊，佫无蒸汽弹射，哦，啊，所以规只安尼插甲金丝是足水个安尼。啊，顶晚拢无飞行机，哦，这是成军的时阵，哦，啊，航空母舰呐无飞行机，就无战斗能力。迄只航空母舰会变作靶船，因为美国伊个
航空母舰绝对是无人机拢伫外围，差不多直径300公里外围咧巡逻。就是你若有外国无人机来，哦，伊拢会甲侦查，哦，甲拦截。OK， 好。啊，人讲哦，即马阿强啊有钱啊，伊个科技啦、军事武力足强诶。但是你甲想，41年前，哈、哦，阿姆斯壮就登陆月球啊，哈、哦，啊，结果咧，阿强啊，到今年2012年，卡阿个咧学习太空舱对接。安尼就阻人40几年嘛，吼、哦！啊，当时苏联去瓦解，就是迄阵的雷根总统，伊发动一个战略，讲合作太空武器，好不好？有这个会当有杀手卫星呐、啊，吼、哦！啊有会当为太空会当射镭射，吼、哦！啊，各个发布介绍就讲，阮已经发明成功啊，特别正式生产，所以苏联足紧张。因为那洲际飞弹两边拢作侪，拢几万粒的，会当毁灭地球哦，几十摆，啊，所以拢唔敢叮当。啊，那太空武器，苏联佫无研究，啊，听讲啊，美国已经镭射武器发明好势，开始要增质量了。所以苏联倾尽所有国家的能力，拢去往那里发展这武器，结果苏联。粮食生产佫欠缺，所以伫这个情况下，因苏联人妇孺要去买面包，要排几个点钟。啊，你看，干那买一个面包排几个点钟，安尼其他哪有生产能力？所以无偌久，苏联就解体啊。干那无饭通去食，规个就换罢工创啥？你无发薪水，无发面包，无发粮食了，大家就啊，就罢工啊，吼。啊，所以苏联的解体。好，那么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有人讲会当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台湾的国际法的专家竟然会讲安尼，经过选举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那经过选举，我头拄讲迄个故事，阮三兄弟啊，经过选举投票。把恁兜变作阮兜，加举几摆手，逐年拢举，三个拢同意，逐渐恁家就会变成我家，哦，全家就是我家，哦，啊这吼，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呐，哦，过来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哦，台湾的战争债还未清清，主权还佫抵押伫美国的手中。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喂，我咧国际地呢，啊，你要搞提一对啊？你无经过我同意，无提钱来赎回去，你就要搞杀一对卖啊？当然，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较早我唔知的是嘛，拢认为哦，台独代表战争，安尼阿强来甲咱拍，唔是，是美国要甲咱拍，哦，搞清楚，好、哦、，OK， 实施有两种，哦，台湾也有两种。来，咱来这个讲个说哈。来，政治的台湾，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即马叫做台湾独立当局，伊的头家叫做美国在台协会，伊的顶管的头家是美国的国务院，顶管的头家是美国总统。你怎讲政治是高明的骗术？会当拄着人讲人话，拄着鬼讲鬼话，所以政治会当说圆地扁吼，要讲圆也会使，要讲四角也会使，哈，我白讲。法律的台湾就不同哦，吼！台湾民政府顶管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管是美国国防部，顶管是美国总统。这个法律的台湾，这个就照法，法律就是袂使乱说讲。咱的法条安怎规定，安怎写，就是照法条来，袂当乎你模棱两可，吼！所以咱咧讲的是法律，咱是正正当当、正正确确，咱来照这边这个系统来要求美国总统。要根据美国高等法院的讲法，哦，来甲咱台湾人斗三工，和咱台湾国际地位竞争化。好，我今日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啊。啊，课本可以放桌上，课本可以放在位置上，然后麻烦签上你们的名字。
好，课本。好，自己私人的东西要带走哈，因为等一下教室会锁起来。好，自己私人的东西带走，课本放桌上，麻烦签名。餐厅有点心可以用，好，餐厅那边有点心可以吃，好，餐厅还有点心也当家哈。